哦，没问题啦。那上一次是玩到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，巨大城市，然后现在去逛一逛。镇上小镇子里开个小剧场啊！你的朋友要开小剧场了，好像很有趣。还有什么吗？大家怎么还不回亚历山德里亚？人家真是很寂寞了。还有新的信吗？没有了。OK。这城镇应该想必又很大、啊。哦，旅馆居然有163块可以捡。确到确到。乡下的武士斯坦纳，看一下特殊对话吧。搞什么？这城市也太大了点，我已经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你有什么事穿得那么奇怪？其实我迷路了，能劳驾你带我去城堡吗？哈哈哈，真有趣，这是新发明的搭讪台词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乡巴佬，我绝对不答应。想要和我约会的话，打扮得像样一点再来。什么？哇，那我先关掉一下。波波鸟的雕像，传说波波鸟是作为一种翻运幸福的鸟而为世人所知。家族的第一代爱鸟人购买了这座雕像，经过代代相传，终于传到这家旅馆的主人手中。客人的心声。想必又是一个很大的地方，看一下接下来要去哪里。
这几天有点小感冒，因为天气变化很快，所以我今天讲话会有点鼻音，就请见谅啦。所以是好了，走一家一家去。比比购物。这是什么果子？很甜，闻起来也很香。买一个吧。林德布尔姆的商店里都是不常见的东西。这个可以吃吗？看起来和爷爷经常做的芝麻炒馒头好像。乌波果实，乌波果实是什么呢？是干嘛用？把动物们放到大街上，动物们的节日。可以坐飞空艇，交通船，先用走的好，这不可以过去吗？不行，现在到处看看有什么可以捡。别挡着我，我正在想自己到底要做什么。这游戏的对话都很奇妙。这也可以进去吗？不行。果然还是不行吗？一点也卖不出去。基沙尔泡菜虽然吃起来很好吃，但闻起来也很臭。哦，就是刚那个骑士来的地方。狼虫油是挺不错的。万的鱼铺还没开的样子，卡片这东西真是很深奥。先不玩卡片了，
今后会变得稀有的卡片。稀有卡片是收集者的字谜。这边有一只鸽子，可以讲话吗？不行。接下来这里，也没有东西。沿路上会有很多东西可以捡。跟你讲话好了。哎，哦，刚刚那个人不能讲话。那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可以讲话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要不要买些主罐？想买也不能买啊！为了今年的狩猎盛典，我进行了特训。这么说可能对不起大家，这是谁都不是我的对手。佩佩的牛奶片。像能进去的屋子没有几栋。要还没好吗？这种商店简直太无聊了。喂，想要在狩猎圣人上取得好名次的话，就来买些武器吧。是下降。等一下，哎呀，这已经买了标枪，另外一个伙伴的。亚麻布胸铠，哦，先这样子。刚刚多买了一个，哎，刚是有惊叹号啊。铠甲真够难看的，有谁会来买这种东西？好大的地图，抹茶的咖啡。旁边这一栋是。
天的商品库存很少了，是不是因为南门坏掉了？这东西是可以拿。药品的话，还不需要。城市到底多大？你在做什么？这样火力太大了，火计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。你在说啦，人客拢来咯。这个是什么店？哦，合成。合成的话是要怎样用？碳化刀，两个碎魔刀，去买两个碎魔刀好了。倍数一个就好了。可是还有一个技能还没升。盗贼的这个字怎么念？增进。黑暗的力量。放刀魂，现在练这个好了。力量、精力、魔法防御，剑帽是可以拿的样子。哎，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连钢铁能瞬间融化的熊熊烈焰。
这里逛完了。区域还没逛，看这个格局，这个城市应该是属于圆环期。再继续往前吧。欸，这位大神匆匆忙忙在干嘛？跟我说个话吧。抓到了，就因为他，我爸爸他每年回来的时候都伤痕累累。王，哎，是不让我过去的意思。好嘞，那座教堂已经年代非常久远了。你也不让我进屋。哎，哦，这里有个惊叹号，帐篷。真是叫人激动，狩猎盛典很快就开始。呼噜呼噜，快醒醒啊，奶奶！这教堂也是西德仪式造的。要参加狩猎盛典的话，请先在这里净化洗涤，是为了培养不依赖于机械、仅凭自己的力量的猎物作战的勇气。无法了解这一点的人就没有资格参加狩猎盛典。这里的原我要看成原住民了。这里的住民原本是以狩猎为主的民族。欸，这梯子可以上去吗？可以。皮甲。教堂里面居然有皮甲。没什么好搜刮了。接下来要往哪里走？这边都去过了。像每一代 FF 每一代都有一个这样大城市，继续往后面走好了。这里没来过，如果我也有飞空艇，就不用花上整整30分钟才走到这里。我用走的话，从这张走出去也是苦差事。那家伙老是装出内行的样子，就喜欢跟别人做这个人物的介绍。太了不起了，居然可以用纯黑石雕出这样的东西。嘿嘿，对，欸，这里直接出去了。原来是一个大门。坐之门，欸，这两条路下去都是一样啊。
就坐飞空艇吧。工业区、商业区、宁德布尔姆城，一个一个去好了。空中巴士全年无休，哇，那坐那个司机一定非常累。全年无休实在是，刚刚是从那里下来的。啊，这也是一开始来的地方。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在讲公主。OK。禁止一般访客入内。这地方到底多大？看你这身打扮是船员吧？最近女孩子当船员好像多起来了，算是吧。但怎么船员都会在城里？我好不容易通过了新飞空艇的试飞员考试，但一号艇却不见了。二号艇因为大宫殿下现在那个样子，也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完成。哎，又来了，又在把妹。艾琳，艾琳娜，艾琳娜。这个男主角到处把妹都失败。太失败了。这里好像也没什么好逛。那这边呢？物动力。哦，这是我飞空艇停的地方。飞空艇哦，原来我们搭过来这个是属于旧机型。那都还有哪里可以去？剧院区、商业区，剩下剧院区跟工业区还没去。
是全体技师。为了保证乘客的安全，请勿将任何机械装置带入空中巴士内。是哪边？前面。后面。好像怎么回答都没有差。果然是不一样啊。在别的城里是绝对看不到用钢材建造的房子。其实这种地图要找路还蛮难分辨的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这后面是有东西挡住。惊叹号！啊，这雕像后面一定有东西，到处逛逛。没有。诶，西德巴士的雕像。这里是哦，这是刚刚那个武器店。西德巴士研制出了物动力的引擎。黑暗炖肉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吃。欸，钢吉他在这边把妹。稍等一下，
Thank you.
稍等一下，继续。还真会迷路。我刚刚是在这边，好，那继续往这边走。哎，这里没路。实在是太慢了。跑掉了、欸，然后又一个跑了、欸。
刚刚是按的什么？不是。都没回来。哦，这里就是要去的目标点了。小孩子，所以要跑去城堡找公主了。先来搜刮。巴库和他的同伴们，哈啾！
哪根？好好奇啊。好，接下来往哪里走？这里吗？诶，无货，想当一只莫古里鳄。胡格特纪念剧院。四个人也哪来这么多对话？好大只的莫格里。那是谁啊？多了一个人，明星签名，这东西有什么用？哎，莫古里套装。要去哪里嘞？哦，对哦，他刚刚说要去找公主，公主去皇宫吧。双螺旋桨，这种螺旋桨现在已经发明出来了，所以在十几年前已经就有这种飞行器的架构。